是周日现场节奏，我薛岳。啊、现在开放这个，不是点歌了，现在开放赠票的线，电话线，你打电话来，我们就送你票，是有关于11号在盐寮海边，我们电话是02-771-1178，你打电话来，我们就送你票。11号晚上在盐寮海边有青春网的2岁生日，哎，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啊，能够熬到2岁哈，我们看看能不能熬到20岁，好不好？那么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晚会。那我现在要开始回一些信，那有一些信，好，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你问了一个，那天我播放的非洲音乐，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似乎在市面上非常之少，很少人去买或是问这一类的歌曲。有时间呢，希望我能够多介绍。OK， 那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这个也是我在香港买的。他们是以非洲很传统的和声，大和声来表达那种很低沉的，很就你一听到那种音乐就觉得那种好像打在那个很大的鼓上面那种感觉，非常的沉重，但是真的是就是 touch your heart， 完全都是唱在你的心弦上面。我们来听听这个。他们非洲人的确，他们做的曲子大部分也是都是一些人际方面、人性方面、环境的啊，觉得是相当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们这首歌《Love Your Neighbor》，爱你的邻居。All right。Love your neighbor, love your son, love your Lord.